怎么样，我的眼光还不错吧？是，您的眼光一向独到。看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趴在这里。在这儿又怎样？温经理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别这么明目张胆的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们俩位置在一起。不行，这样会很不安的。你不跟我坐在一起，我才会不安。走。好。